我是陈嘉玲，一个住伫台北，啊，毋过永远毋是台北人的台南查囝。今年39岁，即世人上高的，就是伫翕相时阵目睭磕磕，嘿嘿，就是安尼。张显荣，我第三个男朋友，斗阵四年，住做伙3.5年。讲是男女朋友，阮即马较亲像是室友，困做伙室友。Keep in touch. Okay, bye bye. Oh, 喂，老板娘，嘿，我是嘉玲。不想生小孩啊？你不结婚？你顺其自然啊。女生啊，没有工作，起码要有家庭。嘉玲有工作哦。啊，当秘书是能够升官哦。哎呦，哎，那一套你穿起来一定很漂亮。学的时候真的超级不爱洗澡，可是他体力超好的，一个晚上是可以来7次哦。会很幸福哦。陈嘉玲啊，阿伯吼，你若大汉哦，就紧嫁嫁，唔通像你万哥啊啦，想东想西，想愈多吼，就愈歹嫁，啊愈晚嫁吼，就嫁愈歹啦。既然吼，咱若无缘分做一家人吼。以后你跟阿丁吼，要是别个来往啦。我把你钱全部都赚没了，你妈放弃，你赶紧放弃，你赶紧结，你赶紧结，你别个把你丢了。陈嘉玲在干嘛？